老王，你怎么这几天看了儿子影片回来，老是在想？你想什么？我想我去看波嘛。就是啊，我刚想提醒你，波你是看的，人家看一粒波，你看两粒波的，啊，以后不要叫我早收档再给你去看了。我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看来什么东西都没有看，看看波也看不到，看落也看不到。哎，怎么会看不到？所谓 R 有一片呢，就是开放，有波又有落嘛。没有人看，看不清楚，可能我的眼睛不大好。哦，那我觉得很奇怪呢。啊，去看那个R 影片呢 啊。你这个阿罗还没有出来，我已经到了槟城了。阿罗影片呢，很多都是像我们这种年纪看的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比较青少年很多啊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他们去看呢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是啊。你们老的是看波跟看波。对呀、啊，那么那年轻人看什么呢？年轻人好奇咯，因为很难得看得到嘛，突然间说可以看，不是大家去看看咯。哦，是这样。其实呢，老实讲啊，我假如有儿女呢，我就绝对不让他去看。为什么呢？看坏人了的，看坏人呢。有什么坏？这怎么不坏？本来这种这个电影这个尺度放宽的啊，当这个是艺术品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艺术尺度放宽，对呀、啊。但是我所看的那个哪里算是艺术？那个是色情片嘛。怎么会色情呢？色情片呢、啊，又说。好不好啊？啊你女孩子跟女孩子讲你好不好啊？啊，那个不大会痛的。哦，那我误导年轻人呐、啊，老师讲、哎、这种对白哪里可以呢？不，老王你不，我们呀，哎，观点与角度，如果呢你存心呢去看他的拍摄啊、镜头啊各方面呢，这是一方面的艺术。对，如果像你的心态呢，老人家很多老人家拿什么艺术？他目的就看波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么这个我看下来呢，就看到那个年轻的一对男女，哈哈，下面做什么，他下面也做什么。可以吧？啊，我看到我有点火了，哈哈。结果呢，隔壁呢有个老人家，哈哈，看了之后呢，他没有东西抱着一把雨伞。哦，不，你放心啦、啊，他们有雨伞抱，你也不例外了。你只过戏院没抱，回家你抱抱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的啦。哎呀，这个东西是的，看多就不怪了嘛，对不对？什么话？哎、老婆。啊，弄两杯果啤哦来喝喝嘞，反正没有生意嘛。谈得口渴啦。啊，是啊。啊，你们两个也真是，整天就是谈我们女人。男人坐下来不讲女人，讲什么？可以讲别的吗？讲是非啊，我们又不是八婆。不用讲是非，谈点生意呀、啊，动动脑筋了吗？整天就是看得现在 R 片也出来了，整天批评女人。啊、其实啊，我不懂你们男人呢。啊。你去里面看，他，你所看到的，啊，是不是跟我们一样？我不清楚了、啊、对，我不清楚了，他有的我们也有、啊、我讲真的，其实呢，像我就不看了、嗯、哦，因为他没有娶老婆，我娶了老婆嘛、嗯、像我老婆一样、嗯、他有的我老婆也有了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、嗯、对不 对就是了嘛。你这个话对、啊、你看你老婆有什么好看的啊？对呀、啊、不好看的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天天看哦、啊、对呀、啊、看腻了。对呀、啊、什么不说，老是天天看就不太好看啊！如果你老婆给我看就很好看。对。谢谢。Thank you。是海边的小花，连根埋藏在泥沙，经不起烈日的照耀，受不了风吹雨打。我低着头儿在等待，希望黑夜快到达，时间也会到了你
是我到个温暖的家。姑娘呀姑娘，是你带我冲出了自荐的篱笆。谢谢。人间有天堂，天堂在楼下，春光便是布满了温暖哇，树上有小鸟，小鸟在歌唱，唱出赞美诗，赞美这春浩荡。
谢谢。